大家好，我是夜巨龙明欢欢魔兽世界。影片开始前，我把这一集的天赋、特质、精华以及整体数值陈列如下。那我们就开始吧。射过那不会出来吗？哦，那就走。阿爹开罩子回来。好了，上，真好。好，我上楼。好。海棠死掉，我拉那个刺客加小。好，我就在玩掉。对，好，那就不要吧。这个死掉是45秒，对不对？啊，30秒，我死掉剩12秒。好，那大家就等到大腿。好，这次打掉吧。阿甘，我的月火。没关系，拉起来。我以为你等到那个巡逻过来，你去让他一起拉吗？对，杀他那波，等一下再丢那个。对，我觉得等他过来，这一群不要打完，那要不这群也打掉，然后一拉一拉，有没有下去拉吗？左边那头不要对手很多，不要对手。然后等一下给那个什么淹死了，等我的。两只机器人。我的月火。我来扛。我错了，没关系。好，开始走。没有天使哦。好，没关系，没关系。我推一下啊。哦，干！后面。有断吗？有点凶，哎 ，baby， 你再拉，太多了哦。这怎么来的？退后他就不要退，你往前。对啊，你不要退啊！而且你干嘛动？你然后你不用走的啊，不然在你旁边就在你旁边了。哎，成功。那就合影先跳过去了吧，还是罩子好了。我要说。我可以跳了，你不要抢，哈哈，所以只有梦蜜要喝，我喝，没关系，等一下再接。你等一下，你起来就遇地震了，只是后面那一群两只胖子那一群怎么赢到的、啊？你一样啊，就退后推到 A 道。哦，你都不断后，你不用往后退啊，反正怪不会打你。
在你旁边晃，除了地上要闪才闪掉。就稍微注意一下他的兵。来，好，下一个我的。这个拉回来，后面的那可以先断第一次，然后把它。我可以绑，可以拉绑。哎、欸，这样不用，就这样可以断到吧？对，可以，它断了。应该还可以再断一次。啊，不行，我可以断。我晕它。那后面就没有问题，我打掉就好了。对，等一下再开哦，再开。对对对对，有招哦，我拉第二锁了。好好。哎，我单独人。哎。放心。我推一下。不用，我晕他，我晕他。先经过去，剩一分钟，一分钟事情，事情还是要留一个再玩。嗯，带走对。我下一个环节在哪里？
那个刺客交给幻觉。我发现我那个开了 POE 之后，他妈我 CPU 就会爆升。CPU 我有点啊，你开不是双开在玩吗？对啊，我当我现在开魔兽有我刚那个 POE 开欧战，你看你看。欢迎来新的啊，这台快10年了，快10年了，可以换了。哇啊，看到了充能爪机，对不对？哦，哎哎哎 ！5、4、3、2、1。他没有着急，放心。那等下换一下，嗯，还有一次。放心，我不知道。招吗？有招就两拳哦。啊！我断到了。还好我消了，妈！不然就要游戏了，不然你断后掉进去。哎，这是拉错还是？我被弹到，我被弹到，对不对？消掉，然后重击。
减少的先打掉。好。梦叶段叉叉换叠段，我在顶叉叉。晕一下，没办法晕吗？我招晕过。就让风向怎么样？放心，我推断一下哦。哎，什么？没事没事没事，有招，刚好有招。等一下，帮我回一下啊！这个先停一下。你还有秒爆发，秒爆发有。你先弹这个，然后你大招又都好。我弹，我来领导。好，招有了，你这个打完吧。上机器人，先打掉一只机器人。经常会危后面这里有一群，你要不要打？要，那个要打。要一起拉吗？可以啊。要吗？我 OK 啊。这一只小胖打掉之后再拉。就边走边过，直接带过去吧。啊。有点。好的，好的。因为你小胖打掉，我觉得其他怪都。还好吧。最主要是怕断，看这个血。不用嘛，就在一网、啊。这个地板踢还是很痛，还是需要一直拉。等一下吗？够，好啦。刚刚听到刚刚说的不对。不要开大招吧，又小招。不要开，想要拉两次。因为等一下要拉两次。好吧，没关系啊。
我觉得等一下我点够好。有周天，有周天，好想好想。没关系，没关系。那把西瓜。我边那边走。好。我大招还有20秒。那来得及啊。其实你不用火加速，因为怪不会走那么快。我先去拉啊。你那边怎么法系怪呢？剩5秒，干！好，拉到就差不多了。哎呀，我也晓得。哦，真的送了，好。干，那边是什么伤害啊？骗人的吗？标准黑伤害啊！还拉不得不够多，多拉一群就多，三十。当疯子有到30，看到的时候都2麦。刚刚只有20几吧？没招哦，就一坨。对啊，小的一坨。我被那个海潮等一下会不会打？会。这招的时间比较短。35秒，我没有梦魇那么多。我在想要不要骷髅死的就拉那一坨。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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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这边死了再死。这样不好。哦，只剩10秒。这个拉绑好的，因为那个长矛太痛了。好、哦，反正也没招嘛。有了，那就拉绑，手还抬都死了，拉许多。好，干嘛？拉绑拉绑。我给你拉，我就绑。好。我是怕等一下群主、那个有他还照唱啊，那个要太阳光。这不是来的吗？嗯，来了，终于。哎，这个要兑换了。然后嘞，你要就这一局吗？还是你要在那边？狐狸 A 是草丛的，我盯骷髅，按正好就跟那一样。然后天使留下一坨，快打完。干不卡住，好死！差点又要被打死。下一个我困惑一下，是不是有点大？我上来了。哎呀，我推断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会砍在这哦，不要切到，哎呀，不要跟我讲。好，对不起，过了，成功了。你打这个、哦。嗯。
生下来了。好了，上去，没关系，没关系。他就问你们两个跟下去。啊，还好我走到一半。哎呦，傻什么傻？我好拉喽。哎、欸，还有一只驾驶员。哎、欸，哦，小好多我的驾。下一个黄金我的。你知道流亡吗？流亡吧，应该会流亡，反正。等一下也是两个大事，这边要开始写完了，这周不是暴击。我是觉得我们二娃最开始最容易出包了。嗯，那就开场开掉。哎，等一下。加装后，倒数三 ，5、4、3、2、1。快逃啊，小女孩！快逃！冷静。前面吗？我只遇到了一只。快逃！能护他一下吗？我被盯。护了，我赶快把你打掉。有点尴尬，一直在盯我，在盯那个。这一堆，给他，然后守住了，守住。吃药了。好险，我有做大红。大红是这样啊。刚刚就很尴尬的，一直盯我，一直盯幻蝶，没有办法吧。一节。火晕，等一下，你那个看到他开始唱门之后就可以接一下。好了，没事的。是，上铺50秒后有第二个。没有，现在就有一个了。没有，我们都跳过来了。等一下，仇恨我应该是做得了，所以我有招可以活到断后才被死掉。那、你们就补吧，看是断后还是梦魇还是。我要唱法梦魇不用，所以看谁拉了。反正我是有把怪缠住啊，他断后记得奶我两口。你把怪弹住，断后一直补你，可是这样子会，你还是得先死。他要踩在水里面。哦，他那断后踩在水里面一直补，这样就可以确保，断后先死，然后怒风还在。这就很怀念以前的自杀匕首。
痛这个。干嘛？干嘛？干嘛？哦，哎，我那妈，不能喝清酒啊！靠，为什么不能喝？不行，他会要死。太远了，不要这样子，不要冲跑吧，冲跑。有一只打我16。嗯。每步啊，6分钟。嗯。我们至少要4。来吧，直接上吧。来了吗？没能量。换电还没？哦，换电在这里。来，换电在里面，换电在里面，上。走。然后你跟的时候，你没有跟到路后路线，所以有些怪会是你引到的，所以就会打你。哎呦，干你妈的！你有能量吗？有能量吗？我在存。有。因为我刚刚看断，有些怪是断后自己到的，所以他才会被打。啊！二王不能偷钥匙呀，可恶！这样子，好吗？好。5, 4, 3, 2, 1。在边上。再往后拉一点，好，当心！当心！先上去打王吗？哎、欸，为什么差5%嘞？还是你要门口这一区清掉，还超这 HP？ 哦，打掉吧。那个超台要出走。对啊，超台要出。哎、欸，不对啊，我们用草打吗？1000。
岛上的一台机器人会差5%吗？我不会吧？那为什么呢？哪根草打的？我刚在那边排啊塔，这也是漏，就他有一群怪。可能清除之后又有问题又比较多吧。他不会吗？没事，寂寞在那边改。这是有没有那么多发呢？哎，干嘛干嘛？好、哦，嗯 ，OK。哎，刚好死了。哎，为什么？为什么？换碟也死了。那我就不再付了。好，不要，你们也不要放魂。没有，一定要放魂啊，不然不能再付。我一定也得放啊，存魂可以不用。嗯？刚刚。我应该都有抓到啊！我觉得要看一下是钉人啊，他那个是钉人啊，卡住，卡住啊！哦，啊，走喽！这次比较麻烦，就是走吧，因为这次没有那个，我没有，你没有清除，我没有能量。有，我清除了。过来吧，先过来吧，从这边开始。然后跟紧一点，走喽。然后你跟紧一点，你干炸我！等一下，我们被什么炸死？爆弹幕？不对，地雷。好，再重来一次吧，练习一下、嗯。奇怪，以前跑都不会被炸死。地雷？那我来看一下，第一次断后也是地雷，不是？他应该跟我一样死在火焰射击啊。不是，刚刚那一次，第二次都死在地雷，然后第一次是弹幕。可我看发送没错哦，走了、哦，好，先上马，上马，上马，上马。我上回身是为了多，可以多撑几秒，也是有一点爽。这里怎么三颗地雷啊？刚刚堆人的、啊，帮我点掉。好了，有了。哎，那个地震。我又升天了，没关系，我陪你。那倒数上，不想续写吗 ？4, 3, 2, 1。就现在王的位置了，
子哦。看他没来动啊，今天正在工作保护的。先到这包界了哟。有人要逼疯吗？马丁，马丁。最主要是要拿那个能量。小虫先打哦，小虫会那个封人。强力会比较多。这里干呢、啊？嗯？哦，看那个神射手方向也不太对。对啊，那个神射手方向怪怪。没关系啊，等地震一下。这边会隐身跳吗？嗯，这边跳下去。这一我不知道能不能过去哦，兄弟，感觉有点久啊。其实喝隐形为什么要等地震？不是会震吗？不要护震出来就好了。好，我进了。不喝隐形，你根本不会出地震的地方。还是会吧。喝德拉诺不会。那我今天为什么会被禁止？我不知道啊。我在想要不要这壶刺血，没有。可以。好，刺血了。好。想立刻毒死我吧。我被刺客有啊，然后不要放了。我们也是刺客哦。还有啊？有。过来，过来。哇！战破我们战破了，战破了，战破了。防御设计哦。刚刚跳过去，刺客，刺客晕我之后直接跑去打他。直接上吧。5 4 3 2 1 好好的哦。嗯，我在这里打到了。没有，他那个是电。飓风打击啊！靠，这个这也太痛了吧！什么东西？他会静电完之后接地震，一起的。
快逃啊，小女孩！很贱！快逃！放心。继续移动，不要被箭射死。干妈的！这不要动我，我跟。救他哦！有点太急了，你这么炸就炸一头。你的兄弟打到，不要跟我站，为什么要跟在后面呢？那什么？隐身跳吗？隐身？隐形还喝药水哈？隐形，喝药水。木方要先走啊！哦，我等这么。
想多站开。知道。谁可以教我绑？我没有看到他。这个打完拉两波。哎。对啊。再帮我回一下。有二招。等会要回了，现在来。我们启动金给他。能量。回回回。拉两波。好。是第二，就是他叫第二群的时候，我那个就是感觉都是时间到了，就这样，知道吗？充能量，充能量。里面不能吹，不行啊！应该是你吹了吹不动。啊！这个小蛇寻宝器，小蛇寻你要怎么弄？就直接打不开，就打不开，打不开。我有，哦，今天有招，我拉两波，好，可以。有招，没招，有没有招？其实对我来说不太重要。不要停机掉哦！这个吧，放心。
有一只两层哦。哦，还好可以直接放心。放心。就安静去吧。嗯，怎么能够这样就死掉呢？隐身过去。我看到人飞回去了。能闷一下吗？对，感谢感谢。要喝隐形哦，还是可以开罩子啊？哦，找了，断号走了。哦，地震！好、哦，走，断号走。没有，我没有看到罩子。等下别扭回，要水吗？对啊，找太多次。紧张、欸。没事，就是该打的这一局而已。不再死了。再拍这个图给那个，好用。有没有办法拉下去一点？不行，这个不能空会动啊。对，这头不会动。陆风，你要下来一点哦。我吹一下，我会。哎，可以吹啊！我给换机再开一个。楼梯就卡到石头上。那你下来吧，下来吧。没有，他那个位置 OK， 他那个位置 OK。我刚在楼梯上面。是吧？现在 OK 了。这股真要，最要命。这个先弹掉，不然 DPS 有差，差很多。不搭喽，好。我干，他已经就去了。现在已经没有糖，没大火，都在洗。要换件标方啊，可以啦，换件真是隐形啊，躲过来就好了。嗯，换件一个人过的啦，是我们死了，不能放。啊，又打断，又打断了。靠腰，直接被震出啊！哎、欸，不对，我刚好像是被电出来。他为什么那个这么痛啊？哎、欸，进来哦，靠进来哦，那个会有。来，进来。观后先进来。好，就这样。好。好 5, 4, 3, 2, 1等一下，让我做主播。好，我就站这个。放一下，放开，你直接放开。下一个我跟梦夜知道。好，那换件再，换件那个 OK 吗？换一下。那你直接，就是你需要就直接走。
取消了，我就去了。那我放掉。对，我这边还多一根哦。那我继续，我继续。哎呦！没事没事，我有接到，我接到。我下路。我这边有一根，换给你了吧。哎、欸，我接到。嗯。啊，有一只。哎、欸。要炸了吗？没。来的。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好、啊，打掉，打掉，兄弟，对方真的，可以啊，发光的云雕草，从你回响。不是他那个他妈就出在旁边干，那是从左边过来的，没有啊，对啊，左边啊，我走左边啊，啊，就是他其实已经出了，只是从墙里面爆出，被阴过很多次，回家、啊。为什么我突然觉得下一季的那个阵地会是服务就不想打死会没有之一啊？对啊，坏死我超级不想打的。坏死我倒真的觉得还好，因为你不是坦克啊。就是我战士坦克还 OK 啊，就是你只要有办法消掉那个，给我两个大条、那個、我也可以打。送我两个大条吧。你要转职了吗？我可以全拉，要试试看吗？好去了。你们不要进战斗哦，不要偷打哦。那个进战。左边有一只哦。不进了。等那只走远一点，等那只走远一点。我这边我自己处理，你们过去另外一边。没有，你可以丢过来，我可以帮你拿着。你丢过来，然后我接。好了吗？好了吗？快丢，快丢。好，丢丢丢丢丢丢。你通，你去另外一边，你去另外一边，这个我。好，我带到左边，换爹丢。不行，门口还有一群，这门口这一群你要弄掉。我看怒放撑不耐住，要不要打？我来清，我来清。给换爹丢啊！你们打，你们打。好。哦，梦叶，我看到了，好靠，700，700，好爽，绑一下，绑一下，美意呀、啊，哦，太爽，好，金怪了，有一只，金什么怪都没怪，还有个登门马，不知道吗？有一只闷鸟打醒，有一只闷鸟打醒，去饭店，你要去摸。消失吗？还是好？这发射够吗？够啊，够啊！下面有14发，马上算。刚刚那个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音就一直跳出来。下面除了那个那个拉到通道里面，拉到通道里面，鲨鱼过来，鲨鱼过来，我们拉到那个通道里面打。我在想后面那个。有够，要够吗？要快就总共15发，必杀自杀剑。自杀剑来好了，自杀剑来好了，那边。暗通吗？等一下，你要等暗通，你不能啊！看起来不打了。哦，别都打到这样就别就清我这样。好。等地震完刚好就可以喝水，那就喝药水喽。喝水？药水过了，药水，没药水。我觉得对我们那种没有玩潜行的，要开罩子走这里有点风险。
我拉右边两只，你们先进来一点。有人被炸死了。啊，都进来，都进来，最后进来一点。来喽。好的，再见。好的，再见。嗯，下一个换阶段嘛，这个换阶段。不。那个链证据。很痛啊！那个链证据我看过30万一发的。那个很痛。不要负担是不是？哇，断后你看看，你看。不断就变那样。我拉下一只哦，换电你要出战吗？嗯，换电出战。后面你真大哦！啊啊！完了，烟够。好，出战出战，战龙。这个我战，哎，下一个我战。好。下一个我。好。等一下，整个上面的要拉下来了。对对，两群都要，两群都要，两群都要拉。飞碟换碟啦，五抽天，然后就一个跑得快的去拉。我开了哦。好。哦，是零安。那你小白猴子是三的。星际守护者先打，我操控。然后现在打，有他吃强悍还是吃那个、啊？哦 ，B 哥啦，来了。啊，医生，医生，开打了吗？开打了，快结束了。哦，结束了，就在我这边哦。我要下一场吗？你们一度的那个医生要打吗？还是控制的？他也是控制红色，打掉吧。打掉吧，我觉得没事，十分应该够了，这也不用不太危险。反正一度再开始，就下一次，下一次的。我要搞清楚他。五点喽。还没啊？有啊，血量，血量。现在。昨天文哥很可怜，打团哥打那么久吗？什么时候会结束？换爹的那个毒主要区，没有人能区。那个不是魔法吗？哦，那一个可以，那一个可以。我以为是那个究极，究极只有圣骑，我忘了谁，圣骑五分可以啊。牧师也可以啊，那是疾病。哎，牧师可以啊。我可以，好瘦、哦，那就没事了。是，在灯笼旁边。我发现我今天的那个训育暴击的频率蛮高的。换那个球。喂，医生，哦，我没事，看我看。有啊，对，我的医生有。放心。嗯，应该还有一个医生。哎，我发现愈合那个复原啊，他那个不会受到那个。减治疗的影响，因为是补固定话术的嘛。是。走。可以了。放心。有点了，有点了。血量哦，自己血哦，有没有魔？
吹红腿呀、啊！早就来 CD 了，干！我手都吹掉了。那、这要怎么去拉怪啊？我可以拉，换电多电，换电。给换电吗？换电多电。等那个 buff 出来。去吧，好，对上。还有上面一群。钩子拉回来。先集中把这一群打掉、不然等一下。其实还是会痛、我在掉。没关系啊。因为新的守护者来考你。我逃了，我逃了。好，那跌到七分。用剪刀还是会痛的，别的吧，好带走了。好，我的小怪那个巴士都被打死了。对啊，好烦。我先吸他。这边还有两只。够了。踏踏实实，开枪吧！好，这局先到这吧，谢谢大家。腰带四三。